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三子岭低总价透天。那现在我们的位置在一进门它的玄关，还有它一楼的前面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一楼的客厅。好，现在我们在一楼的客厅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它的另外一边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它旁边的空间。好，我们退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楼的后面。好，这是一楼的厨房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那一楼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去。好，我们准备到一楼的楼梯间上二楼。好，现在我们在二楼的楼梯间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二楼的卧室。好，现在我们退出去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二楼的主卧。好，我们回到楼梯间，现在来看二楼的卫浴间。回到楼梯间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二楼的次卧。好，这是二楼的次卧。好，我们回到楼梯间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上三楼。现在我们在三楼的阳台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三楼的后面。好，我们回到里面。现在我们直接回到一楼的客厅。